来，我们看这题哦，麻烦你把这不等式把它算出来，算出来的时候把它所有整数集的总和把它找到，这样行不行？怎么算？其实你观察一下这题，小 a 在这边，左半部这边其实它就是 log 以2为底的，有没有办法化解？没办法。右半部这边是 5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这时候求这 ak 怎么算？来，我干脆配合这 log 以2为底，这样行不行？我把这个5也跟它一样改成 log 以2为底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把这5也把它改成 log 以2为底。5对 log 来讲是什么意思？5是的意思，对吧？因为 log 求次数嘛，所以说这5对 log 来讲是什么？5次意思。今天底数是几？ 2， 2了5次是几？ 32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5就可以改成 log 以2为底， 32， 这样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写到这边的时候你看一下，这两边都有 log 以2为底，对不对？都一样的嘛，把它拿掉行不行？所以得到 x 平方减 4x 小于 32，麻烦你这个时候去把 x 算出来就叫了。所以怎么算？我干脆哦，就直接把这两边化成同 log， 这样了解我意思吧。所以5把它改成 log 以2为底，那其实说什么叫 5？ 2的5次方是几？ 32， 把两边改成 log 以2为底之后就可以拿掉，有没有？变成 x 平方减 4x 小于 32， 麻烦去求多少？求 x， 这样行不行？把32移下，变成 x 平方减 4x 减 32 小于0，之后把它抓起来因式分解， x 减8乘上 a 加4小于0，不管大于小于0，我一再强调解不等式，先把它当作它等于几？0，等于0，可见 ak 是几？ 8， 等于0，可见 ak 是几？负 4， 麻烦你画一条竖线出来，把8比较大摆右边，负4比较小摆左边，小于0，麻烦取这两个数字的中间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说我的 x 就介负4到几之间？8之间，这样行不行？但是我一再强调，算出 log 的答案不要太高兴，一定要把它怎样验算。为什么要验算 log？ 当作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它真数的地方，这个 x 平方减 4x 一定要怎样大于0，所以说你算出来一定要去把它验算一次，知道吗？可不可以？ x 平方减 4x 要大于0，把它提出 ak 好不好？可见 ak 乘上 a 减4要大于0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时候画一条竖线出来，4大摆右边，0小摆左边，对吧？因为不管大于小于，先看等于0嘛，这两相乘等于0，可见 x 是0或是几？4。4大摆右边，0小摆左边，大于0，取这两个数字两边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写答案，我 x 要比0小，或者 x 要怎样比4大，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你要听清楚哦，综合起来我原本算出来是这个答案哦，原本说算出来自己 x 能介8到负4的之间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本是这个答案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我原本答案是这个的，但是我必须尊重它的真数一定要怎样大于0，所以说我 x 要么比4大，要么再怎样比0小，对吧？所以说麻烦原本是这个答案的，但是我必须要尊重它的真数一定要怎样一定要大于0，所以说我要找出共同的地方，可见答案是这两块，也就是起 x 接负4到0，或者 x 接一起4到8，这样了解好意思吧？好，写到这边的时候，题目问题是什么？所有整数集的总和 x 接负4到0，告诉我整数哦 x 是几？负4到0的整数是几？负3、负2、负1。4到8整数哦 5、6、7，所以说总和把它加起来答案是几？12，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到这边麻烦你把这题把它整理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， OK。 那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麻烦你去把这个不等式当中 x 范围找到来，怎么找？
其实你看一下这题哦，题目非常有爱心，这 log 以二分之为底 ，log 以二分之为底有没有一样？有，这两边 log 以二分之为底是一样的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直接把它给去掉，行不行？直接比较这两个真数的大小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第一件事情，麻烦你直接把这 log 给拿掉。所以说剩下几 a 减一，这边剩下几三减 x， 但是请注意听，这时候底数是几二分之一，把它拿掉之后，记得要把它变号，大于变成小于，这样行不行？为什么要变号？老师等一下这边再好好解释好不好？你先听一下，因为这时候底数是几二分之一比一小，所以拿掉这底数之后，要把大于变小于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麻烦去把 x 算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把一项式几 2s， 一项式几加一，对吧？齁，所以变成 2s 小于4，对吧？算出来 x 就小于7，2是出来了。但是写到这边，老师一再强调，我们解 log 的时候一定要尊重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啊，一定要去怎样验算？为什么要验算？因为 log 有什么现象？它真数的地方，这两个真数的地方一定要怎样大于零，所以说我可以知道 x 减要大于零，而且三减 x 要大于零，这样行不行？把减一乖，可见 s 大于一，减 x 一乖，可见 x 小于几三，综合这两件事情，所以说老师画一条竖线出来，原本算出来是怎样二。x 要小于2的，这是我原本算出来的答案，但是我真数一定要大于0嘛，所以说第一个条件我 x 要还要再比1大，还有 x 还要怎样再比3小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综合这三个条件，所以答案是哪一块？这一块，可见 x 介1到几之间？ 2 之间，这样可以接受吧？可不可以？可以齁， OK， 这就是答案了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老师刚才讲过，老师把观念补充完毕。为什么这边去掉之后，要把大于变成小于？来看这边，对 log 来讲，好不好 ？OK，log every n 大于 log every n， 在 log 解不等式的时候，两种状况。第一种状况，底数比一大，直接拿掉 n 会大于 n。第二种状况，底数介0到1时，把拿掉时。大于变什么小于？为什么？老师举例，比如说你看一下，底数是2的时候，你看2乘3等于83次，2乘3等于42次，所以数字越大答案会越大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一下，二分之一本身二分之一就是2的负一次，所以 log 以二分之一为底8算出来就是几负3，log 以二分之一为底4算出来就是几负2，告诉我负3和负2谁比较大？负2是比较大，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当你把这 log 以二分之一为底拿掉的时候，请记得，对吧？要把小于变什么？大于要8改成多少？要大于4才对，对吧？所以说底数比一大时，原本2是比一大，所以拿掉时8一样大于4嘛。底数是二分之一是比一小，一旦拿掉之后呢，你要把小于变什么大于才合理嘛？所以说底数是二分之一，把拿掉之后要把大于变成小于才合理，这样了解老师意思吧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到这边麻烦你把这题把它整理一下 ，OK。